我一只左脚走天下，对，就这种成长经历。哎呀，再度调整，提的还是有点慢。对，提拉通来了，稍微有点慢，再叫提拉通。这段我得顶住，得顶上，对，得顶上。看看洛佩斯啊，自己能不能干一票？王申超有体能，再扣，为什么不扣到左脚？分钟左右，五四幺的阵型排开。横滨这边啊，也准备啊，放手一搏了。现在反正也都八号这两个队长啊，有意思，没有换人了，就最后拼了，得有小一很拼。所以今天把这球赢下来呢，浩克那天三天前可能在家里边得开一瓶拉菲。那有的教练也是，知道他能力强，也知道在对球队的整体足球有伤害，但是呢就拿不下来。不敢拿，不敢拿。出，然后对方在90分钟，哎，进了一个球，一个补射。这李胜龙得再跑两步，得粘住这个26号。上一场就最后时刻丢球，但他这四场比赛都有丢球，也是个问题。好的，我没有吹。杨旭元这脚幸亏啊，他收了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，那木一过去，王申超没上去。亚冠第一场，木一踢得很棒。何冠顶住，他不在这儿传吗？他其实今天啊传了50多脚了，咱们可能顶下来48个。我觉得他伤了，哎，有倒地，没有，没有点球，没有点球。哎呦我天，反正也吹点球是也悬呢，真悬。他的身位丢了，他稍微落后半个身位。马克思干什么了？这个球如果有 VAR， 有可能会判。是的，真有可能会。哎，第四轮，上海上港，2-1，战胜。